这个游戏并不要追求什么爆头啊，我觉得完全没有意义，这一开始就跟你热身了。还不如直接打凶来了呢。可以换子弹的时候扔在这上面，你打到什么手之类的地方就另算了。这叫我什么？这高杠子。这个时候我们把 U 盘打包带走，谁教我的忘记，就过关的时候拿在手里它就会消失了。现在开始还是要记住，就是跑动过来的吧，如果你没有打死他，还是会跑过来的。其他点就不用着急了，所以一定要记住哪些是确定是死掉的，然后哪些是确定就是倒地的，就还能爬过来。有的时候打到后面一乱，地上爬了一大堆，还能吓你一大跳，我不太喜欢左轮这把枪，现在我一般都用沙鹰了。
手枪离胸千万不能太远，你会很累的。 然后用物资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考虑在有没有打到腿啊之类的地方。 这里好像它能直接穿过。 不知道为什么全都给我打到地上去了，所以说想打头是个不好的习惯，改为打胸吧。
人差不多。没有跑怪的基本都不错了。但是要经常注意地板。但摩托车特别贵，它这个就是100只打不爆了。现在也不用乱了，他妈妈来了。整理一下弹药什么的。哦，还有这轮的最后一波。这个没事，好，结束了。下面其实是一个坎，就在下面深，到之后都会很麻烦。我们之后会拿到一把这个，把啥来着？一把这个散弹枪。从哪边冲过来，我们心里大概要有，还有你到底有没有开枪打你？这个问题很严重。但不会说什么会不够的情况，一般来说子弹不会不够。哎呦妈呀，送的。
基本就这样了，被抓了一下，非常失误。有时候他们冲过来，你也走不到。下回合就用冲锋枪了。可能就是爬的，如果爬的时间太长，他有可能就直接死掉了。还有，我操，这个枪法！哎，白天了 ，OK， 莫名其妙就破了。
枪的声音有点莫名其妙。操，闪光飞过来了，操，一起爽。不太喜欢这个，我就怕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把那个电脑弄卡。房间中间站一站，有点偏。手榴弹这么多，完全没什么卵用。毕竟这个子弹是很多很多的，尤其是手枪子弹。散弹枪其实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的用法，就感觉有点，其实也蛮蛋疼。我也不知道这扳机到底能扣几下，然后就坏了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。啊，这个蓝色子弹是什么？从来没碰到过。啊，香蕉。最讨厌就是中弹头盔的，你这个近了很难解决，远了也不好瞄，压根这里压根没有，基本就是无敌压制。
要被他们搂起来。打他没反应。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屌的子弹就放了，他妈没血。哎呀，这是最后一波吗？冲秒只要冲很近的其实蛮难的，打了是吧，打了吓死我，就想帮他拿车，还被他挠了一下，单都不够，但基本上是，但手榴弹之类的东西，基本我感觉没什么时间了，没什么时间那个。
他们过了，我操！现在根本来不及吃，空了几枪，然后就GG咯。算了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